闪电雷击啊！对周围敌人发射造成500%爆伤的闪电武器。那今天看可不可以讲到这一个？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抽一下技能吧。反正就抽到中为止，中了吗？去，我怎么看到是闪电雷击啊？你就看有一个雷打下来的那个就是他。哎呦，37咯，要50个才可以升一级。52，好，刚好我们也得到手了。配置，你帮我换第一个。你，对对对，好，这就是闪电雷击，大家看得到吗？所以我这把标题就直接下，对周围敌人发射造成680的一个爆伤。对，我们可以来 enter， 那这边就平均升级。非常耐玩的游戏，装备一下。哟，装备一下。那我们抽到新遗物的话呢？我们人啊都很现实，但是穿最轻的嘛。好，你看 ，OK， 拜拜。这集可能会讲我刚才讲的东西。这个消耗很多魔，然后可能再讲一下这个吧，因为它改名了，解叫闪电记录，解叫机器的记录。嗯，差不多这样。那我想，我们就全部都讲完了。好了，这期全部都讲完了，应该没东西可以讲了吧？两个技能都讲完了，嗯，我都讲完了，好快啊！